八十三岁，阿嬷一看到你，怎啊敢只讲有过来探望嘛？上江苏拜拜，祈求神明永远保庇一关好心人。祈求大家平平安安的，哦，安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哈。我们谢谢。哦，谢谢。不是，主要是电话啊，人就来咧，甲你询啦，唔好只关啊，身体有较好无？安尼，嗯，我。 即工做免病啦，无啦，即工做免病啦，无啦，啊，搁病嘛咧，讲啊啦。来，咱病下星期过年吼，但是阿婆你即摆手上，你也病咧病。你了解即工除了生来生活不足，即工上个任务是要来甲阿妈斗相共斗扫除。虽然阿妈厝内已经是真真侪，毋过即工也时时忙伫过年前，会用互阿妈有一个更较舒适的厝。嘛就欢喜的心出在啊。 啊，别啦，咱这就欢喜做那一天。有这么多人来到三江，让阿妈感觉真温暖，也用一份期待的心情迎接新的一年。夏天新闻，本台李碧辉，三重采访报道。